车玻璃满身鼻涕。谁啊？那个开那个承载式车厢的变形金刚阿嬷。阿嬷？可以啊，他买什么？就我那一只。嗯。可以，没问题。那个老板娘。有。老板娘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？今天去人家家里吃饭。吃饭？你确定有饭吃？不确定有饭吃。重点是去喝酒。去喝酒，我们是去参观人家的家。今天人家演出，我们去送礼的。你有带礼吗？有啊，带礼。带了什么东西？就是带了用的醒酒器。带了，来看一下。这么暗，最好看得到啊。带了一个醒酒器，我们常用的醒酒器。对，然后还有带了一瓶酒。对，你看带酒还有送醒酒器的。就买那个、啊、买袜子送鞋子还有概念。哦呦，这么好。老板娘真大方。好了，那去参观一下人家的家。哎，他是买新的、啊、买二手的？新房子的。全新的、哦。对呀、啊。买全新的。对呀、啊。真的假的？应该是哦。你是在啊？不在啊？不在。我记得是新房子啊。买全新。设计师去设计家里啊。不是啊，我是。啊，买二手还是设计啊？不是，然后新房里面是空的，然后请设计师去设计房子嘛。哦，所以是全新房的概念。对、啊、对。毛坯不是那个、哦，应该是毛坯屋吧、啊？那叫什么？讲的叫什么？我们要去芦洲那个一个朋友家，哎，是朋友吗？是朋友，也是。好凶哎，这个太。规个家都要拆出来，大家看。不等后面的车哎、欸。对啊，明明我们的直行都还没有那个，他有没有变成车？在台北市开车就是这样子。在台北市开车快很准。对，新北也是一样，快很准，不然的话你就不用动了。你那个要不要大声一点？还没，你要靠左边啊。很简单，好不好？去看一下那个他们的房子。哎、欸，现在他们那时候买一瓶买多少钱？哇塞哟、哦，分错了。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开箱文，是什么开箱文？买房开箱吗？对啊，买房开箱。这不是我们房利息。我们帮别人开箱不行吗？哦，那你也没有经过人家停许，人家没有给你拍。我一定给他拍的，就给他偷拍。什么偷拍乱讲？光明正大拍。对啊，我跟你讲，嫂子很认真跟你介绍，他每一个设计。真的、哦。我怕你会剪不完。对，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房子到底多少钱，一平多少钱，装潢多少钱？好像两千多万的房子。两千多万的房子，其实在双北没有什么，真的没有什么。等下去了，去了就知道。好，那这个地方在芦洲了哈，那个是我嫂子他们家的房子。哦，嫂子家新建。是。所以是朋友吗？还是嫂子？也是朋友啊，对不对？不能讲亲戚啊，讲亲戚好像说我靠，你家里人这么有钱。就是房子嘛。亲戚家的 ，OK， 然后是在哪里？芦洲啊，你讲好几次了。哦，在芦洲，芦洲的房价到底高不高？感觉蛮高的。比泰山还要高就对了。可是泰山也很高。现在泰山也是很可怕，越来越可怕了。高房价时代，对，买不起就住哪里？住车上。对，不过有土是有财啊，建议各位真的。坐露营车哈，坐露营车真的不是一辈子的哈。露营车是拿来干嘛？拿来娱乐用的。你可以短时间的住车上，但是我们真的还是不建议你长期住在露营车上面的啊。毕竟真的要有生活品质，还是要怎样？住在房子里。哎，还是有一个房子，有一个固定的家啊。那露营车真的就是拿来干嘛？休闲。短暂的居住可以。你可以居住个一个月、两个月，那是没有关系。但是我觉得你住长期之后，你可能会失去什么？来讲一下，老板娘。啊？如果你长期住在露营车上面，你会失去什么？失去什么？你会失去对他的那个叫什么？你说露营车的那个吗？对。出去玩的那个心情吗？对啊。啊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晓得别人。你不晓得别人哦？对。叫你没办法回答。叫你如果长期这样子一直居住在那边，一年两年，你会不会受得了？我应该还好。你应该还好。对啊。哦，好了，你都这样子讲，我也，哈哈哈，你接不下去哈。对啊，我也不晓得怎么反驳。如果今天是我的话哈，
我顶多在上面就是住个一个礼拜，然后我就是回家一天两天，哦，这样子的生活我是可以接受的，因为毕竟我比较喜欢，不喜欢一个地方固定住太久了。那你家里怎么办？家里，所以我会变来变去啊，有时候睡店里啊，有时候睡家里啊，有时候睡露营车上面啊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哦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现在露营车上。就这样。好，开始。我们直接开门。开箱。开箱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家的豪宅。今天开箱哦，不想入境了，赶快闪哦。不要，你开了，我怎么？怎么都躲掉了呢？对不对？妹妹不知道，来妹妹看镜头。来来来，镜头在哪里？哎，是哎，这不是双胞胎吗？对啊，双胞胎。哦，对。妹妹呢？这是姐姐。这个是姐姐。妹妹呢？哎，双胞胞胎跟妹妹没出来，到底是姐姐谁？仔细看还是看得出来啊？哎，看得出来。我们家的羊草泥马要不要入？要啊要啊。我以为是真的嘞。草泥马，哎，他们在这里。他本来家在哪里啊？他本来家，哦，他本来放在这里，就要放在这里的。来。耶。坐着。抱住，看镜头。来，住在客厅，这客厅。哎，这客厅比我店里还大。比你店还大哈。对呀。能换大一点的。有点夸张，这客厅比我店里的。嗯，这客厅上过20平。还贵平哦。有吧？有哦。客厅啊，有吧？有啦哦。你看家具都还没摆满呢。还没。还没哦。对啊，家具都还没摆呀，还在进来呀。有够大间的。对啊，连那个厨房都还没摆东西耶，对，都空空的。反正那个冰桌是空的，还没刚人家才刚搬进来一个礼拜而已。一个礼拜啊，然后我马上就来了。我来看一下每间房间呢。每间房间都好，都经过人家经过这是客房。对啊对啊对啊，哦，这边怎么有一个冰箱？客房里面有冰箱哎，衣橱。这明明就是冰箱。其他不是冰箱，他明明是那个放衣服的，你看烘，还有，你看可以烘干哦，这夸张啊！打开烘干啊，这么神奇，它可以杀菌消毒，而且它程式下载还可以清洗皮衣耶，哦，夸张皮衣耶。我第一次看过这种东西。我是因为皮衣工他才买的，买这个哦，好好好，看一下是长怎样，真的不是冰箱哦，真的不是冰箱，它是。除湿衣服的地方，杀菌，它可以杀，它有杀菌的功能。所以它下面有水，那个是除。它是要装水，然后杀菌。哦，这个啦，你看。这下面。嗯。看，都还是空空，刚装潢。对，刚装潢，刚装修好的。都没什么东西啦，哈。对，都没有，都是空的。这个是厕所，主卧。哦，主卧是哦，那你刚开好了啊？这个。哎呀，厕所。主卧可以开啊。可以啊。主卧到底有多大？开水啊，更衣室比较大，更衣室一样，浴室比较大，浴室比较大，对，浴室很大哦，满满的那个收纳空间。这全部都是更衣室吗？都是，对啊，都是收纳。这太夸张了，应该不少衣服，应该是满的。对对对，不要开好了。嗯啊，这边，哎，这柜子好漂亮哦。这是厕所吧？没有，这是房间。哈哈哈！我一在这里，真的没礼貌。我在房间啦，我在房间。对啊。卫浴在这啦，说卫浴很大，灯在那里啊。卫浴真的很大，早就要买新房子的，撑到现在才买。你看这卫浴，这卫浴大到一个，有点可怕哦，真的跟饭店一样哦。饭店式的啦，对。哎呦哎呦，坐这里。太夸张了，对对对对，真的很大间哈。真的很那个，这个有点夸张了，这个不知道用什么字形容，这个我们没有看过这么大的，对啊，太夸张了。嗯，来还有旁边的、啊、旁边还有，它这个柜子好漂亮哦。哎、欸，这装潢开满了，旧哦，装潢很不香。嗯，对啊，装潢钱有没有？装潢钱有没有比投资款还要多的？有，那、嗯、真的还假的？有，这个哦，这是。他们的卫浴啦，这是对吧？对，这是那个。他们家卫浴也是那个单室分离，很大一间。是客浴的，客人用的啦。对啊，客人用
你看你有没有看到？来来来看一下，哎，真的是卖卖什么家里就有什么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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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你看，很好。卖洗发精啊，家里一定要洗发精。家里，我们现在是见证哦，真的好东西才是自己用。对，没错。对不对？嗯。如果他用别人家的哈，那表示他们家的东西不好。嗯。这样讲可以了哈。可以，很可以。这个是没有。走到哪都看得到，好不好？这个、都看得到，有没有？这个也是。啊，这个也是哈。对对对对对对。这是有拍到洗发精，表示哈，领导今天在买洗发精。哈哈哈。两件都有。大儿子房间，啊，这个也是。哎，大儿子房间听说隔音做得非常好，嗯、因为听说他们家儿子是做学音乐的。哦，白色钢琴耶！哇，哎，那、啊、这个没有没有搞？嗯，最近没有那个。有啊，卫浴在那里啊。哦，我说看没有看到、嗯，所以每一间都是套房啦、啊。只有一间没有。好，只有一间没有。小儿子的没有套房。那、嗯啊、会不会抗议？没有啊，他自己说、嗯、他不要让给哥哥，自己选择的哈、哦，自己选的哦 ，OK OK， 不要让给哥哥，好好来。他最值钱的就是音响跟这一组，哪一个？音响像我们没办法要开了才会感受的，这个喇叭，对，他的音响是重低音的线。哦是哦，听说他音响花不少钱，那是从别的地方装弄过来的吗？没有，都是装新的。哦，这是有这里的东西全部都是全新的。嗯、对啊，他全部都连钢琴都是哈、哦。嗯，钢琴也是。莫怪，你看那里还有一个 keyboard。莫怪四老公哈，这装潢钱比头几罐头几罐更多。对对对，比头几罐更宽。哎，对对对。真好买。应该是。哎、欸，他我没有看到冷气哎、欸。有啊有啊，上面那个就是。那就是冷气出风口、啊、是用空调的，中央空调，那个空调的，是整栋大楼呢还是？没有啦，这一间哦，自己装好的。他们家每间都有浴缸哎、欸嗯，好好哦。你买当用我买一个浴缸给你的好啊。我打五折叠浴缸，我还可以带出门。带出门了、哦，你用折叠浴缸就对了。浴缸比较方便，可以外带。对，我的浴缸还可以外带。下次来一种，你小杰还有人呢、啊，白色的买了。好啦，各独房的吼，对啊，不爱不爱用看。大台，这吧台很大、嗯，这里还有一个小冰箱。我们这边缺很多东西哦、喔。运、欸、回来这台吧。欸、啊，你的冰箱呢？这里有一台小冰箱。我跟你讲哦，当他从那个对岸买的。特别的冰箱。哦。然后谁买的？我。哦，你们的奶奶家厉害。他、嗯啊、怎么会有这种冰箱吼？他看中，他说、哦、我要买这个。嗯，你就把它弄回来。买就分。对啊。嗯。也是很特别的冰箱呢，吼。对啊，这是厨下冰箱。哎、欸，我们这一栋好多贵妇来、哦、看，都好喜欢、哦、那等一下要喝的就是这个嘛。哎、欸，干嘛？那一瓶拿下去冰啊。啊，对，我们还。对对对对，这罐要拿下去冰。哎、欸，就这个应该冰冷藏，不能冰冷、嗯。先冰冷冻比较快。你看我，哎，看马哥也在冰啊。嗯。你可以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哎呦，没暖热一点。我是说我只有买这台冰箱而已，没有冷冻柜吧？啊，这里，这里吧。我跟你讲、啊、我们家那个小慧姐很厉害哦，很会买东西的冰箱。我还没有买，都还没有买。所以是空的，所以是空的。哎呦，这个是空的呢，真的是空的，破天荒哦，只有这时候看得到，之后都会是满的。哎、对对对对下次来就满了。下次来就搬过来。来就会全满哦，真的。他的习惯就是会全满，而且他会有冷冻柜、嗯。都空空的，现在都空。哎、欸，所以要开始做蛋糕了吗？嗯、有这有吧台哎、欸，然后我看到那个料理台。好，来，那我们公布一下哦，这间房子到底有几平？大概里面我们现在拍里面大概五十几平啊。没有，要全幢啊。全幢有八十三平。83平哦，哦。对。很大。OK 了，好了。它后阳台。也很大，刚才都没有看清。哦，有后还有后阳台。哦，后阳台真的很大。哎、欸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后阳台真的很大。这阳台太大了啦。阳台很大哎，我还堆了一大堆东西，没关系啊。哦，这阳台很实镜拍哦，没有那个阳台，阳台很浪费空间的哦、嗯。有些人是不是都推出去了？大概有一平吧，这个阳台看起来。推出去，后阳台这样很舒服啊。对啊。对啊。嗯，哎、欸，那是来电够夸、啊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觉得搬来新家会比较大很多？有大，当然会比较大，不大干嘛搬家呢？不大就不搬了啊！你这里放什么？这里煮好的菜啊，煮
煮好的餐，或是我有女生人家这边当那个料理台，料理台那料理做点心的料理台，料理台这边这么多，还要那一个干嘛？不是，你要做点那个烘焙，有一个专门的料理台，这里可以啊，都还没决定他要干嘛。你刚好时间喝烘焙。其实我很爱做，只是还没有。这厨具哈、哦，有玄机的，对，这是调味料吧？调味料哦 ，OK， 都空空的，都空空的，空空的真的都空空的，还没有啦，还没开始啦，所以我们今天先外食，今天没有在这里开，没有没有，好，我们要开喝了，要开喝了是不是，我是来这边喝酒的，好，OK， 我们是来喝酒的，哪有？我们还有前阳台呢，还有前阳台也是很大吗？啊、不小哎、欸，我这个顶楼嘞。我们的顶楼、啊，你把它顶楼哦，顶我们的顶楼开101是这边的顶楼啦。那个等101烟火我们再来啦。哦啊、对吼、哦。对，前阳台在哪里？前阳台在那边。嗯、前阳台也是很大。哦。这个车子应该哇，应该一两天都上。哦，这前阳。哦，你这阳台都很大、啊。对啊，我们阳台都很大哎，要来摆个椅子。那隔壁都换游泳池了。然后小朋友这个游泳池啊。哪里？不会啦，你这打开没有来 OK 啊？嗯。没有被挡到啊。对啊，前面这边不会盖，放心。对啊。嗯。这没有被挡到啊。对，这要盖要好几年。对啊，因为前面是那个天主教堂嘛，前面的那个、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跨年的时候就在这边。跨年我们来这边看烟火。对。要去顶楼。OK。可以看烟火，可以看。上好你有时间。我不知道，我用。可是看起来是一只牙刷棒。鸡毛毯子，鸡毛毯子。